不应该改的比较好看一点。那未来展望当然是设计的越简单越好，就是简单，可是问题是我们呈现出来的效果不会打折，因为要让他们有兴，让长者有兴趣，可是你又不能太难，一定要让他们好懂，所以这是我希望未来可以做得更好。嗯，就先这样。好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你昨天不是跟我们一起写吗？啊，你怎么没有问题？没有啊，他没有写啊，他在做别的。就是他们会经历过那一段、啊、可能会买礼物给他孙子，买给他儿子啊，对不对？有可能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问题吗？主要这一份是就是我跟他在写、啊，因为我们专题已经在分工了，所以就是我们开始在各做各的东西。好，资料库，就是还没有 SSR， 我刚不是有跟你讲吗？他现在还是单机的。对，单机怎么会连到资料库呢？就没有资料库了。对。那还有吗？还有问题吗？没有哦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下一组准备啊，我一个下一组就可以上来准备了哈。那我有一个小的 comment 哈。那你们还在录？那这个。这个 stop。